了，你被小丽带来了，太好了。是呀妈，现在我们肚子饿死了，你赶紧回家给我们做饭吃吧。好好好，我上八廓比赛咱家族做饭呀。哎呀妈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好不容易把小丽哄回来，你就拿白菜招待她呀。我该做什么饭给你吃呢？哎呀妈，咱家不是有只老母鸡吗？你把它拿出来杀了，给小丽炖个地锅鸡丝，它不香吗？那个老母鸡还下蛋呢，我不舍得。哎呀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咱家那只老母鸡重要，还是你儿媳妇重要呀？当然是儿媳妇重要。哎呀，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把鸡杀了，给我们俩做饭啊？可是我不敢杀。哎，还是你杀行吗？我才不杀呢，那鸡圈又当又臭的，杀完了还要清洗，还要拔毛，我才不干呢。走。小丽啊，快坐，这鸡啊一会儿就炖好了，先等一会儿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今天吃鸡肉，你一会多吃点。好的妈，那我来帮你。哎呀，肚子饿死了！你妈做饭怎么这么慢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？妹妹，别说了，赶紧做饭吧。哎呀，姐啊，妈，你们能不能做饭快一点啊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你怎么不去帮忙呢？整天坐在这里像个大爷似的，让咱妈伺候你。你看看咱妈多辛苦呀，你是眼睛看不见，还是良心被狗吃了？闺女，少说两句吧。你看，小丽都生气了，等一会你弟弟又得骂我。妈，你怎么那么惯着他？哎，闺女，你不要说了。哎呀妈，你快放下来呀。来，小丽，快吃鸡肉。来，妈，这块肉好，您吃。我不吃了，你没吃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姐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我们自己吃就可以了。咱妈到底怎么了？不就吃你们家一只老母鸡吗？小气。什么？妈，这是你养的那只老母鸡吗？哎呀妈，不就是只老母鸡吗？你丢不丢人呀？这是一只鸡的问题吗？这只老母鸡每天还能下个蛋，你能干什么？